不好意思欸，你可以一首太古达人，等我一下啊，再一首太古达人，先吃一个版权炮，等我这首结束，你可以关掉那个网页声音，然后只看那个咚咚咚的那个画面，直接木鸭，他是不是点的没有反应欸，完蛋了，你是跟我一样无情的重新开机之术。好像一堆程式都要重开，救命！我刚就是一个重开机，那在跑修复软体错误，然后什么意思？还好很早重开了。可恶！该重开一下喽，一定是 Microsoft 的更新在搞。Microsoft， 哎，我今天 Microsoft 被别人登入哎、欸，啊，好险哦！你要改个密码吗？他因为我好像是用那个随机密码登入，所以他是要绑定那个 mail。哦。然后结果他有跳哎、欸。你好，我吓死了。去能改的东西改一改。没事啊，你没有我之前那个嗨啊。然后我是Microsoft 的账号 ，Twitter、Facebook， 每个都照登一次。有没有？我觉得最后他都是失败。我先重开机，但是都有 IP 坐标这样子。哇！因为我之前就被盗过一次啊，那个什么嗨，那个连多人连线那个没办法玩。一手被啊、哦，对 ，Happy 手被 ban。ban。可是我根本没有玩过那个游戏，在还没加入你们一起玩的时候。所以我们没有，我永远都没办法一起玩 Happy Soul。我可以，我要去跟别人借账号。其他账号没有，我没办法，没办法跟发发 Baby 玩 Happy Soul。有发发 Baby 爸比，对，有发发爸比不一样，我们要的是 Baby， 不是芭比，好吗？你会假做。没事，白痴盔甲座，好吃，好吃，白痴吓死我了！我刚刚想说，我有没有听错？想要发发要爆炎是不是？没有啊，那个他爆什么炎？他爆什么炎？没有，我刚刚听错，我刚刚听到别的东西。哦哦，好危险哦！很危险呢、欸，发发，你怎么可以乱讲？啊、我说的没假，完了，我在你心里已经就是开始会乱讲话的人。就是说其实早在好几个月前就差不多了。好像也是。完了。我不否认了。嗯。不否认。不否认也不承认。没有，那你就是默认。哦。不是吗？好像也是哎、欸。对啊。那大家不讲没事啦。讲了就出事。哎、欸、有人剪。哦，啊！我以为减速太过分了。减速？那个是莓果虫。哦，这是团团种的，你就知道他内心的想法是什么了。我内心都是刺，好吗？就这样。外面就一堆刺，刺起来。我是充满刺的男人来啊！刺刺的，刺刺的，我小的还会很痛，小的还不会，小的还不会。美国重一点，哎、啊，你不是说回家会很痛，然后叫我们多重一点是什么意思？没有啦，我是用荧光果实。哦，忘记改了，那你踩过都要打掉啊。嗯，它才在长新的，是不是？对啊，打掉才会长。没有这啊，真的是你进你家会被戳到哎、欸。对啊，你们要就电流几级半，你们要走好哎、欸。电流几级？啊，哎对耶，白痴，今天要还债哦，我来去看一下我多少钱。四组强绿卷，一个强绿卷嘛，然后四组钻石。对，我今天要还债啊，我今天没办法充装的，可怜啊。没事啊，你上礼拜已经充了，所以这礼拜才还债啊。哦，这种东西就是想要一直充，一直充、嗯。
一直冲，一直爽，一直冲，一直爽，一直还。对啊，一直还债。哎，这样是不是就缓冲了、啊？怎么缓冲？没有啊，你被刺到了。我说，可是你不会有摔伤啊。哦，那从高一点的地方摔下来了。你说像蜘蛛网那样子，像蜘蛛网那样的道理。对。哎，我们这个末日之后有没有什么僵尸游戏啊？僵尸游戏是这样。对啊，就是让我这种负债负到爆的人玩。只是想有没有新，你就只是在问有没有新的赚钱手段而已，什么新的？有没有暴富的手段？收藏店了啦，又不是有啦，只是现在我还在问题排除，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可以的，现在不行了。对，今天也没有活动的，好，没事，那就改下次咯。对，不行，你们等一下先自由活动，我先改完，马上好。哦，好，好，对，自由了吗？好，先自由吧，反正阿旺也还没上来。他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好，阿旺来了。好，先自由。马上好，好了再集合。好，那我帮你，那我帮你 hold 住场子一下。哎，你要干嘛？哎，这大家手机是 iPhone 吗？对啊，对啊。你们之前不是有去看过，就是那个什么荧幕使用的时间啊，时间嘛，对不对？嗯。那应该有没有看？没有看一个详细的东西。没有，其实每个 APP 都有分类，你们知道吗？哎，你说分类是什么类型这样吗？像是就是什么社交啊、娱乐啊、工具、城市、生产力、工具、财经、游戏、旅游、购物与美食，还有那个有哦，有看一下，先不要看，先不要看，你们先自己猜一下。你们什么东西会最高，什么东西会最低？哦，我是娱乐，娱乐吧，娱乐吧。我觉得我是什么那个就是 Facebook 的。我是通讯那种叫什么 Facebook？ 好像应该都是拿来看影片而已。对啊，手机点开，然后到那个什么荧幕使用时间嘛。荧幕，荧幕设定啊，荧幕使用时间，荧幕使用时间，然后有一个查看所有活动，查看所有，那边有一个显示类别。有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看哪里啊？社交的活动，我只有社交。我也是社交最高最高。我也是社交哎，啊，我社交的。我还没游戏。对啊，他还在读取生产力和工具财经九秒。九秒。哦，笑。啊，我真的超过80%都是睡觉前在滑 YouTube。对。哎、欸，我的社那个叫什么、啊、社交软体嘛，我用最多的是迪卡、欸。社交哦，你用你的点，我你的点击率看你手是最多的。我是迪卡，我的、啊、我是 LINE 哎、欸，我上班都在偷滑。没有啦，我不行啊，我等你做什么？我的 LINE 是29秒。我的 LINE 是1小时25分钟。没有，我跟你讲，我是小红书。我跟你讲，我的迪卡都是在通勤的时候滑的。哦，对，就是坐捷运的时候滑这样。还有嘞，什么东西？吃盔甲是？不要再吃盔甲去。我已经看吃很多次了，到底要吃几次？不要理他，不要理他，我在测东西。好。哎，阿发找洞喽。啊，对，可是等下集合，你找洞不会难过吗？可以先记坐标啊，先坐标记起来。对啊，刚校长说话啊，就今天有活动啊，吃盔甲做吗？对，没事，等到好了我们再回去。可是现在好像最多人使用的是什么小红书、D 卡之类的耶。小红书是什么？没有，完全就是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小红书好好逛哦。小红书是什么？小红书就有一就有点像抖音吗？抖音的感觉，嗯，对对对对，偏女性向的抖音。嘟嘟嘟，哦，对对对，然后里面就是什么都可以看这样。然后比较多是什么美妆啊，然后美食之类的。介绍旅游这样那时候看到这种年轻人现在排行前三名，其中是小红书。我说啊，对，小红书是什么？然后跑去搜寻，
哦，一搜，我难道我这么弱？一搜就完蛋了。为什么？他就一直在看啊。很好看，我不知道就很好逛哎、欸，会逛不停哎、欸。对啊。啊。就不到一分钟小短片就完蛋了、啊。可是我觉得那种东西真的很恐怖，所以我是完全不想去碰。好了，时间一点一点消失。好了，好了，你要回去了吗？好，回去。好，我再钓一条鱼，快了。皮皮哈基。小红书会让很多小朋友觉得打简字好像很吵，哎、欸，真的好像有这种状况发生。认真，他就是那边的啊。对，其实真的有。真的有，我觉得其实这个有一点尴尬。我这个树丛被拔掉了。繁体字也很吵啊，繁体字也很吵。没有再让它重新长荧光莓果啊。对啊，对啊，它会再慢慢长起来。哦，所以我还要把它打掉，然后让它重新长。对，如果你摘完果实的话，右键就好了吧？右键摘下来就好了吧？摘下来它不会再还要再长的话，要没有我们说荧光莓啦，不是一般莓。哦那我要把它全部打掉。下面莓果不一样。嗯。你知道你家的那些会长荧光莓都是在帮你来修饰的吗？辛苦了，原来是有默默的园丁啊，有园丁哎、啊，都不知道自己请了一个园丁在那边。今天呢，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这个游戏是我前几天在、天才叉叉叉，对，叉叉冲冲冲，对，那个节目里面看到的。好就想说来玩看看，就是今天可能会对有一些国外的观众或者是不熟，就是那种注英文的，对，精灵语的啊，精灵语的可能不熟的会有点吃力。就今天我们要玩的东西是，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好啊，你看我精灵语介绍环节，我们等下会轮流站到上面这个前面看到一个鸡眼，对。然后到机器人上面的时候，我会抽题目。那题目先抽一个，随便弄出来。像这个是《Buffon Fur》里面的 A 跟 L， 听用这两个，有用到这两个注音的，弄一个词出来。A 跟 L， A 了，弄一个 A 很难的。两个人 A 不一定就是有那个 A 的这个注音里面有 A 就好了。不一定要他开头，就是不能不你有那个他不可能，他很难开头。A 啦。哦，一定要他在里面呢。对、哦，背包的背也可以。嗯。哦，睡。哦，睡喽，睡喽，睡喽，类似这样，对对对，类似这样的东西。嗯。对，然后等下答对的人呢会奖励。嗯。然后每个人会有大概三分钟的时间。嗯。还有轮流这样子在那上面来、嗯，那你答对一题呢，就给你20个钻石。哦，刚刚有人许愿嘛，说要想要什么活动日啊，现在来了，那个正正时机就来了。可是那个字闪的超不明显的，是我啊，闪的不明显。我看没有，我看他，我看他在中间一直都在啊，闪一闪吗？不是，刚刚是很淡的闪诶、欸。啊，因为你刚没上线，等一下啊、马上帮你改。哦，这样子。哦，好了，是感谢。好了，那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废话不多说，有没有人要先来的？嗯，团团去了啦，团。我想要先过一下，我想要先过一下。全钱，今天赚最多哎、欸，赚最多钱。对呀、啊，可是你20赚呢、欸？二可是我觉得很恐怖哎、欸，20去了啦，去了啦。就是要站上去是不是？啊，对，站上去。Kill， 等一下哦，先测试个你。帮我看身上有没有钻石？你身上有钻石吗？没有，没有。哦、对，一定要照顺序吗？有了，有了，有了，还你，还你。好，测试就好。照顺序吗？就是可以勒在前面，前后顺序要一样吗？还是一定要一样？一定要一样。哦，好，先来暖身一下。像这个题目的话，这个，哇，太难了，好难呢。我想到，我知道。这可以吗？那要看你要名词的还是这种对话能用上的都可以。能不能用的由我决定，能不能算不算我有决定。对。现在要连在一起吗？还是就是一句话里面有这两个？这有人讲到飞碟，这个就 OK。哦、一定要就是也可以岁月，对也行。对对对对对对。哦、了解。好好难、哦。我觉得。
我觉得你要不要用抢答的，不然我就在上面，我大概会站三分钟，直接站到下来。可是抢答有人不会讲啊，就其他人可以帮忙提示啊，就是可能、大家一起转啊。尽量前面一分钟先不要那个啦，就是到后面真的他在喊太久了、忍不住再稍微就点一下那个睡什么睡什么、还是你要开放大家求救或是 call out 之类的、可以你们可以讲求救 call out， 那自己去分钻石、我钻钻石的第一个一句话说我要求救直接求救怎么我好像想得到吃鱼这种事情而已也可以啊太吃鱼很简单耶真的你很赞耶吃鱼很棒啊吃鱼很棒耶啊我想这个厨鱼可以厨鱼合理好啦那就准备计时开始咯好那我这题先不算先重来好的，那我就这边手机计时，三二一，开始。第一题，你们也想到一样，这个。能讲话吗，团团？我在，我有声音吗？喂，有。大什么？大什么？请问台语可以吗？定得不行啊！大电啊！这个电啊，大电好，这个电来，有了。好啊，那个软啊，我啊，累，卤味可以吗？不行了，你好强哦！那是鱼，肋骨的肋骨。差点讲 BOBO， 好过分！这一分钟，搁浅呐，搁浅，这是这个符号吗？这一分钟，你不用不行，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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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进入哭了啦！好了，给过！雨，15秒。雨，哦，那个雨会，雨会有这种东西吗？人名啊，雨会，可以，有这个来，有啊。吃船，好吃哦！好，时间到，对，这个题让你想完。吃好难哦！船，吃啊！穿插，不行，那是穿，那是穿，对，那是吃。哦，餐车哦，哇，好猛哦！你的应援团很猛对，你们也有啦。对，我要在旁边应援有没有？在一边。约两组先还你了。不用。扣两组，开场还有两组。
好，这边可能先再讲一下啦，刚刚我没有先讲好 啊，那个你们大家自主规范一下，手机不要拿出来偷查哈。啊，对，你不讲我还没想到，刚刚可以用手机哦，可恶，对对对，没发现，好扯呢，不行，放外面 B 的那个文字又增加了两个小时。哦，下一位谁要换谁？下一位，下一位。大家都会怕哦。好，这超难哎、欸。我超不会这个。手机准备好了。站好。上加点，上加点，下加。不是你的机眼站好，机眼站好。哎，上加点哦，对啊，感觉下一个可以啊，下一个可以上加点下加。好了，那我这边一样计时三分钟，手机收起来啊，手爸爸那个手机啊。好。好。计时，我题目同时按好了。计时开始。喂。龟龟龟龟龟龟龟桂花桂花哦好哦、欸、这样子、欸、没有吧没有没有吧桂花没有啊桂花桂花桂花那是大巴士不行，要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大巴，大巴可以吧？可以吧？不是巴士的名称吗？对吧？那不然大白嘛？大白啦，大白，大白是什么？大白是什么？真相大白啊！真相大白。哦，行，好好好。哦，不然不行就这个嘛。大。骗欸不行骗欸你也很好用欸骗欸什么哦我找到一个我知道了屁的哦螃蟹可以好强哇这是什么鹅嫂欸儿丝儿丝好难哦我想想可是儿屎不能对会像儿屎不是再换一个再换一个我自己觉得太难了你可以 pass 吗有 pass 的选项好 pass 好可以鱼吗鱼安我放鱼圆我走三个了渊源渊源哦，渊源哦，看到这个，晕船，晕船，吃喽吃吃，哦，草，这是什么？灿烂是什么？哦，灿烂哦，灿烂可以，灿烂可以，灿烂可以，三十秒。哦，水产好强，水产还可以。长吃吃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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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伤哦，猖狂强哦，哦，哎呦，这个好不妙，没有我是穿，这我妈没有想到，笑死。月吧。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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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啊，那个不要理他，那个金 boss 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不要理他。有人说婆婆哦，婆婆可以哦，可以，可以，应该可以。哇 ，OK， 骆驼，哎，骆驼，对，骆驼也可以，包包，对，包包也可以。婆婆到底是 O 还是 O 呢？好。好，下一位发发点。那就按照 tab 顺序，繁星上瓦。哎、欸，怎么是我？
因为你的下一个是你，他的下一个是你啊。好，对不起，对不起啦，看不到我。隐约是最后一个，站中间一点，站那个中间一点，不要站在那个，就是两个方块中间，对对对。好的，那一样，我这边的计时三分钟。啊，想到很乱的哎。对，计时开始。这个我居然难得想得到哎、欸。约唱，约唱。我也是想要这个，我也是。我是想要另外对这个比较。帕博啊！我想说帕，不要！你是怕什么、啊？趴下，趴下啊！可以趴下哦，对，趴趴。为什么？为什么你的都可以在一起？我刚刚是要奶罩，奶罩、哦。那我要奶罩，奶罩奶罩可以，奶罩可以。我的天！哦，知道。照照耀、欸、那个哎、欸，照烧是不是？哦、知道哦，照照哦，谢谢杰克，知道可以、欸。为什么歌我会想到那个？你说，你说东北东北难哦。好奢侈，歌词啊，歌词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嗯，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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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诗好难哦，哦，音乐练起来，诗诗，我都要点你了，音乐，谢谢，准备好了，一分二十秒，孙子，哇！你们怎么？哎、欸，这当然怎么都想不到哎、欸！鬼才啦，好厉害哦！我死鬼才耶、欸，好狠哦！奶昔，哇哇对奶昔，哇！因为都想要吃的哎、欸，奶昔，繁星，繁星，繁星，谢谢谢谢繁星，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字啊？寿司，哦，寿司，哦，寿司，哦，是寿司吗？对，寿司可以。是不是刚刚有出现过啊 ？Apple，Apple，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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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Apple， 天屁，哎，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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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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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哎，别！哎，别！出！哦，这个好难哦。这个换，要不要换？好，换换换 ，pass。哦，别！哇，我好强哦。对，好强哎。嗯。好，最后一个。好，是最后吗？我走。哎，不是哎。资源。资源啊，可以，可以，可以。音乐是不是讲一半？太神了！好啊，那就音乐啦。太扯了！不行啊，是自己上场的时候就会放空了。自己上场就脑袋就没有那个。等吃饭帮你。嗯，你有很强大的演员团，帅到倒数。没有，你有很多菜单，你想一下。好吃。来喽，计时开始。胖哦。好过分！当哦，帮哦，当哦，帮我，当儿，当儿，我也想当儿。要换吗？要换吗？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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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是什么？一，意思，意思。哎呦哦，对，就直接意思嘞。安一。烟叶，烟叶是吗？叶烟草的叶子，烟草的叶啊！哦，强啊！你的什么都是都是母音啊？哎，不是母音啊，那个可以哎，下面的好难哦。嗯，然后刚不有人讲了吗？都要可爱，可爱，可爱，好可爱，越改越萌。哎呦，跑鸡！
跑机是不是？胖老鸡，胖老鸡，胖胖老鸡，胖胖，胖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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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排挤，有排挤，平均排挤，他说对，啊，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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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为什么好棒不行？不行，不行，好吧，那喝吧，哦，哦，哇，厉害。A C 郎啊 ，A C 郎 ，A C，A C，A C 啦 ，A C 啦，嗯，一分钟，真的好难哦，挥洗怎么？挥没有乱写乱打，那挥洗，挥洗感觉可以啊，挥洗可以，挥洗挥洗挥洗，哦哦，好安，哦。吼吼吼！哇，全部都宕机了，好难哦！真的有灰喜哦，来去查。悠扬，悠扬，哎，可以。悠扬，哦，可以，好，可以，可以。忧伤，怎么又这个？好强哦！又是二爷吗？二爷来了，二爷又来了。哦，哦，这个荷叶。可以可以，可以，好猛啊！荔枝，荔枝，荔枝不行，还是荔枝？那这个荔枝，那这个嘞？荔枝可以吧？荔枝可以吧？荔枝可以吧？可以可以，荔枝也可以吧？荔枝，好了，结束。哦，好累哦，好难哦。哎，上去真的超难的。凯威，不用上去，我在下面就想不到了。来，小雨，换你了。啊，完了。李记，准备好了吗？这还没。哦，站在两个方块正中间，要站前一点点的。啊，后面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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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好好。啊。好的。第十三分钟开始。语气，语气，乐器，乐器，哎呦，七只，七只，七只什么？哦，七只哦，抱歉，可能没有这个，没有想到，不好意思哦。我刚刚想的是不是 ？A 会。会师，哎，会师可以，哎，会师可以，好，会师，锵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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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锵火炮，火炮，火是火是 O 哎，妈，这好难哦，爸，鸡，你不要放弃，好，这个先跳过好了，这个先跳过，七七七气氛，哎，那是粉啊，那是粉啊，强气强气，天上会飞的，有气体会往上飘的那个一条绳子下来，那个叫什么？气球，对对对，耶 ，l d a l e d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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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有什么？乐，对啊，好难哦，乐是啊。
我可以再 pass 吗？不好意思。好了，谢谢。这画面比较好哎。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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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强哦！口误，好强哎，好强哎，好强哎！七了，下下喽！七，谢谢谢谢！七的下喽，哦下喽，哎对耶，下喽。我以为你要下炉嘞，下炉，最近那个、啊。送我，送我，速送，哎、欸，可以哦，听到，嗯，最后一个，十的十五，好，送货，送货，送货可以，好了，我要溜了，我要溜了，我快笑死了，这义务鱼好难，对啦，义务鱼 A， 对啊，下一位，哎，哎呦，太好笑了，这是到我了吗？对啊，要点谁？啊，杰克。耶、yeah. 哦！我把我的姻缘断了、哦，最后一点，中间最后一点，对对对对对，还有几个人啊？老大还要烧多久啊？我不知道。杰克玩换阿旺，阿旺玩又换哈基自己啊。对，我得老实说了，这个我刚试一下再玩，我超级不会，我超烂。没事没事，我都超烂。好了，来哦，计时三分钟，计时开始。哎，又来了。哦，龙门22，耳塞 ，give me 耳塞，射死，射死，射死，那是啊，也是啊，射死，对啊，然后射死，哦，啊，不不不不，啊，有有有，富贵富贵，可以可以，魔术，哎呦。哇、哦，好强哎！叠字，哦，强哦，你很会哎，好强哦！知知知知知，没有吧？怎样知？哦哦哦！住所，住所，好猛啊！不是，哦，好强啊！哇，好猛啊！好猛，你们！耶，好难耶！哎，你又吃？也有什么啊？我也不知道哎、欸。pass pass pass pass。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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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然后这怎么出来的阿姐？哎呀，好好、啊。哎呦。哎、欸，这个有那个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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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费。计费好可以。哦，计费哦。啊，我想到是那个呢，积佛哎。积佛。知道。我想到是积帆呢。十一。十一哦！哦哦哦！好强好强好强！哇，十一哇，好猛哦！哦，又来了！哦，哇，他的吃，他钱多到喷出来了！对啊，好扯哦！好扯哦！三彩！哦，好笑！所措吗？不知所措，不知所措的所措，所措，那不知所措的不行，又不知好像怪怪的。对，嗯，知，哦，餐餐餐，白痴，我都想到成语“猜”的两个字。对呀，坏坏，哎，这个坏坏败，这是败坏，败坏的败坏。这个我打这个是四个字成语拆开的，百变可以吗？哦，百变可以，百变可以。不知。我可以没到，没到可以，没有没有哦，没有，钱钱一直掉地上，香香的钱钱，多钱钱，好多钱哦，好好
哦，木炭，赶快去捡一下。你要吗？你要吗？这我这边很，我很多。那钻石变木炭了啦。下一位了，汪选手上场。我要上来就要失智了。哎，准备好了吗？可以，可以，可以，来来来来，计时开始。诗歌。这个。这个，哎、嗯，这个可以吧？可以吧？不行，那个可以吧？这个那个可以吧？那是我们这边一来一去嘞。哦，壮观哦，真的可以。跪着，跪着，跪着，好像很厉害哦，夸张，好猛哦。是安，嗯。欸、你们超猛，我在那边想到，好狠哦！高雄爱河，爱河、啊、可以可以，哎、好强！我比意外好屌、啊，好会哦，好会哦！又来了、欸，瞄他！歌什么歌词啊？歌颂哎、欸哦，歌颂好棒！奥数也很强哎、欸，十七，十七，死期啊！就刚刚那个、啊，十七怎么又死去了？啊对啊，就是死期了，死去。死期。还有什么？死期刚讲过了呢，换一个，再换一个。好。是。我想一下啊。色情，我帮你讲。对，我也在想色情，但是我不好意思想。又来了 A 的，累累是不是要？哦，汇率，哦，汇率，好猛哦，汇率哦，好扯哦，昏倒啊！可以哦，去死又来了吗？你是来？等一下，后面那个是 on， 后面那个是 on。那是 on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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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on 对 ，on 哦 ，on 哇，哇塞，突然想改这个，突然想不到了，可以轻轻吗？轻松啊不，哎不对不对，轻松可以啊，轻松是啊，轻松可以啊，对哦，哎呦，啊。喝乌，好猛哦！你们都吓死我了，快把陀螺的腿废了，好强哦！我只能哨兵，哨兵才可以，可以，好猛 ！A 配又来了 ，A 配又来了 ，A 配又来了 ，A 配，嗯，这是什么？你哦，背叛，好猛哦！背叛，哇 ！OK， 下一个换你了，换我了，对，就剩你了啊！你们帮我控制呢，你们会吗？等一下啊！来，不然你请一个人帮你拿，你在上面一直喊。这个是开始显示，这个显示是，对，然后这个是换题目，换题目，好，题目换下去，就是你可以按着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这样子。OK， 这个按完再按这个吧，然后再给奖励。这个你一开始就可以按着了，然后就不用理他了。这就是换题目，一直换就好了。这个按着一直换就好了。好 ，OK。他们这个是答对的时候给奖励三那个。OK。我要杀一只，我要杀一只。有人在那边开始解任务了。你要拿下来，你要拿弓吗？我自己记吗？等一下，有人在那个我在打夜妹。解任务了，解任务了。场地布置。场地布置，哎、欸，他怎么打我？还被打过，我揍他一下。有了。快快快，他要死了！阿姨怎么在空回？哎、欸，他这个，哎、欸，他死了，完成了，有，没事。
nice。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这一题要吗？还是要接下一题？下一题，下一题开始。下一题，预备 ，OK 哦，三、二、一，开始。爱心。好，下一题。鸡脚脚大脚脚大。鸡蛋，鸡蛋啊，鸡蛋！哦，鸡蛋水。好，下一题。哈 ，E O 有有有有哦！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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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啦。有有有有可以有可以有。下一题。知恩，真知恩，真心，真心哦，有哦。下一题。欧哥，哎，没错没错 ，nice，nice， 嘟，阿芳，团肥，团肥，豆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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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先，哦，这个很强，很强。下一题，可爱，哎，你的都是拼音练习耶，对啊，哦，这感觉很厉害，不对吧？好。oh、你的喷不见了，虎派，我的喷不见了，虎派好像可以耶，虎派可以啦，哦哦，哦，徘徊也不错，下一题，换，不行，好，再下一题了，好，优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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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波卡，哦，寿司刚好像讲过了，哦，讲过了吗？搜索，搜索，搜索，哦，搜索，搜索，下一题。要散，要散，要散，哦，没有，哎，那个，那个是诗哦，那是诗哦，不一样，那是散，那是诗。不行，你要这题打完。对，一所可以，一所，一所 ，OK， 好，下一题。德翁哦，德翁，德翁，德翁。东东不是，叮叮咚咚咚，不是换一个音调就可以的吗？要劝君吗？换，好换 ，OK。淤科，淤科，嗯，穷困，好哦，哦，穷困，有，好，下一题。考我不行，看又是哭哦，哭啊，哭啊！时间到最后一个，哎呦，哎呦，这不行吧？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哭，后面都是语，后面都是语助词，想个别的。哦，我考我，快我。不要再我了，你的别的，靠我，好苛刻。哦哦，还有什么？有，嗯，我快活，快活吧，快活吧，嗯，快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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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也是分奖励吗？对 ，OK， nice， 我没得哟，好累哦，大家的脑细胞应该死一半了，差不多死光啊，我脑细胞已经没了，完蛋。感谢大家，后面自由活动，耶！我跟你讲，这个活动最适合什么？最适合就是前阵子，如果你们在社群软体上有跟上那个注英文潮流的话的，你们就会很强。啊，你他们打注英文就是打每一个注音的开头啊。啊，可是一整句话我可能觉得比较好猜，哦，要自己想有点难。哎呀，没有，可是就是你那个打习惯之后，感觉你就可以慢慢单字也开始拆分，有没有？好难哦，好不行。你要说呵呵，七丝啦，七丝了，七丝一丝了。七丝一丝，七丝一丝啦！没有七丝一丝了。不行，我觉得我们想这种都太菜了，你知道吗？真的，最简单的版本。哎，
雷雨哎，雷雨是不是要长库洛马？库洛马，还有，好像他是有两组吗？好像没有。对啊，那还有两组 ，OK， 好，我记一下。我再还你一组，剩一组了。不好意思，那个防爆卷没办法变，就他没有跟变外观嘛。那你可以去按那个按钮吗？我按了，可是他好像没反应。啊，好像没有黄黄的吗？哦，它就是变成一张，还是一张纸哎？啊，那还是一张纸啊，有黄套黄黄的。我切给我丢出来给你看。还是你是用命名牌命上去？它就是长这样吗？它就是黄黄的纸啊，它跟一般的纸它偏黄啊。哦，它有亮亮的。对对对对对对。哦，我还以为它会变成书。没有没有，它是亮亮的一张黄色的纸。我们缺乏绘师，我不会画画，我只能把它改颜色而已。去单纯刷卷，可是现在是晚上，对不对？有那个刷怪场啦，没有啦，我想要把它变早上，那個、我要打副本的副本的卷而已。了解。那我去睡觉。睡。哎、你睡觉雷雨就没了。我把你打放动、啊。好吧，那我直接打好，好哎、欸。好耶。好耶。哪里有骷髅马？喝 A， 好耶、欸。好哎、欸，耶、oh, yeah. ！哎、欸，副本在冷却时间啊，我没有刷下。嗯，哎、欸，爆炸了！哦、oh, okay. ，我这边，我这边，你爆炸？他爆炸了！打怪爆炸 ！Boom！ 砰！砰！你怎么没有骑马、啊？骑吗？我找到骷髅马了！我也有啊！没事被打还是？是被打死吗？打死而已，还有三只哦，还有三只哦，他们在互射了，快哦！哦，是打马就好了，是不是？主要是马，主要是马。对不起，你不要打两只啊！哇，你留给其他人打。没有，没有，没有，那只不是我打死的。前面那只 我没打死的，我没有点左键，他就死了。哦哦哦，他被射死了。他是互射射死了。哇，那少一只没了。发发解到了。哦，我捡到，我剩少一只啊，对啊，少一只。可是有一只被他们自相残杀死了。对，太无情了。嗯，他们太笨了。笨死了。真的是笨死的，笨死，笨死，笨死。喝湿哦，好喝湿哦，笑死，好笑吧？七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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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丝，七丝，七颗泥之那里，什么？在挖矿的地方，观众最痛苦的一天。你们到底在说什么？讲真话。我去找你，我去找你。啊。要骑电是骑到那个骷髅弓箭手，没有没有，随机平地，他劈到地板，随机会出现骷髅嘛，然后靠近他，他会变成狮子。度、嗯、哦，所以现在找一下就对了，对对，嗯，可是他没有轰隆了，还有啊，还在打雷啊，好，我去看，我去看，还在轰隆隆隆，锵锵锵锵锵。你把刀很好 Q 哎、欸，我看嘛，刚刚牛被直接电死哎、欸，牛好笨哦、喔，牛好笨，哎、欸，这边有打雷，哦耶，音乐在这里啦，啊，这是骷髅而已，骷髅，没有，你会看到他就是骷髅嘛，那继续还你，没有防弹，继续还你。继续这种东西直接丢掉就好了。欸、可以做烟火、欸。那我捡，然后再找你。等下别人捡到，然后又拿去跟你讨债。熊猫团团还钱。请问这个是任务吗？没有，不是。寻宝任务。寻宝任务。又是之前那个了吗？对，都乱丢了，在人家身上啊。又捡到这么多。是不是没有雷了？对，嗯、没听到了，好像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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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嘴。注音的话，好像只有台湾是这样雕吗？国外好像没有。嗯，
国外是用那个罗马的，对对对，我记得是罗马拼音，对的。你的观众听不懂，没事。嗯，我现在罗马拼音跟英文拼音都会很混乱。对啊。哦，小心小心！干什么？我以为你在找洞了，我走了。OK， 我要去找洞。嗯，国外要这样玩的话，用英文好像也可以哈。用可以 啊，就是用罗马拼音。可以啊，可以啊，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其实可以用部首，哎，部首也不错。哦，部首跟部首更难呢，真的吗？你认真，来发发示范哦。对不起，啊，你两个部首，两个手部。两个，唰赛，哈哈哈哈哈！手部呢？啊，错，两个手，两个手，挫折，挫折，摸摸，摸摸，摸摸。我觉得这也是很考，就是你对这个字是不是那个部首，就是看你要对那个字有印象。对啊，对啊。我不行，我对字超没有概念。我也是。哦，我高中那边打那个无虾米输入法，我都要吐血了。哎、欸，我那个时候学校好险没有强迫我们要学，不然我应该会死掉。好羡慕哦。哎、欸，我那时候超好笑的。那就是我们那时候老师就说一定要考过，就比如说就是要考过一个门槛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没有、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学没有考过，然后我们就去补考第二次。嗯。然后去的时候。就是那个老师就让我们报那个新注音的，嗯，然后我们就用新注音的成绩回去报那个五虾米的字数，好爽哦！没有给过，可以这样子哦。就是最后统计的时候啊，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那时候结业单上面是那个五虾米这样。然后其实我们考的时候是考新注音，好过分啊！然后反正后来要交成绩的时候，觉得我好爽哦，好扯！哎，很难呢，很难呢。五虾米，他要求我们要一分钟好像要多少？八十以上？你们八十哦？对啊，我学校是三十而已。骷髅嘛，骷髅嘛，骷髅嘛。快！无形之处科，超痛苦。哇，那知楚哥也太过分了。只有他这只哦。哦，这里我又打到一只，我又打到一只。哦，好，我要传月圆。我要，那你们直接自己靠近了，我不靠近了。我刚刚是还没靠近，你知道？所以他是一只，然后你靠近会变四。哇，有人砍了两只，我看到有人砍了两只。哦，我一个砍了两只，我的分身砍。还有谁还没解啊？我解掉。有没有火药的？有没有火药的？这边很多火药。怎么那么多火药？他掠夺死哎。我打一刀十个火药。哦，对。哪里？啊，小雨，小雨，这个还你。哎，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给你这里的，这里的，这里的。你要火药吗？你注意他很久了，我知道。我盯着他很久了。我是谁？还有谁？还需要找骷髅吗？团团呢？我打过了，我打过了。一二三四，我也打过了。五六七减一 S 呀。减一还是谁打？我有打过了，哎，是我没打哦，又是你没打，是没打到啊，再找一下，再找一下，是要打码哦，那你们对，是打码，不是打骷髅，没有动了，再去别的地方探探，骷髅吗？好黑呀，嗯。好像哪天可以用国文代替英文考试？这里有那个煤炭，要不要写？很难吧？我觉得，不容易。这里有一个铁矿。有，看到了。咦，有了。这里都在写啊。可是你用怎么讲？就是国语也没有比较简单呢、啊。如果他考试一样是考，就是那些古文或干嘛的，其实没有救啊。哎、欸，其实之前那个考试啊，原本都以为说，不是他们国文不是都有那种阅读测验吗？嗯。然后他不是都会前面大概通常都会有一篇到两篇的文言文，然后一篇到两篇的白话文。然后我原本都前面真的都很天真，以为说白话文的其实很简单，但后来发现其实白话文比文言文还难。因为白话文很吃语义呀、啊。就是你可能、我都是先看题目再回去看那个，搞不好搞
哦哦，这个算是一个小 paper 啦，但是就是说、啊，通常问题文言文就是大概会不会比较有一个公式，可是白话文就是常常就是搞不好你想的是这样，你看明明就是这样，但其实事实上作者想的是别的，蓝色窗帘、之类的，就是你我记得很深刻是那个时候不知道是徐志摩还是谁吧，我忘记了，对，然后那个对那个时候就是他的考好像是文不。哎，不知道是不是他哎，反正就有一个作家的白话文的文章有被拿出来当考题，然后后来作者直接就在写一篇专栏，就是说他明明就不是这样想，哦，就很怕是那种过度解读，对不对？他们就有说根本就过度解读吧，那、啊、我忘记到底是谁，啊、就蓝色窗帘呢、啊？哦，所以那个就是一个是不是？嗯、就是蓝色窗帘意思就是啊，作者只是想讲蓝色的窗帘。然后就说哦，没有，作者写这个用蓝色这个用意，就是代表他很忧郁，在这个情况下面，他、啊、就只是想要他喜欢蓝色，想太多了，他只是喜欢蓝色的窗帘，你为什么要超译我的意思？很好笑，大雷呀、啊，哇、哦！前面很多怪，这也太难打。要我过去吗？对呀、啊，你可以来打。他不知道为什么只剩一点点血。好，我过去。哦，猛牛突袭！嗯，乌罗马就缺一只啊，缺一只、欸。他超硬的、欸，他超硬的、啊。可是我刚来，他差不多就是这个血。五，哇！这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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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等等，你要原矿吗？还是有原矿就都先挖，因为不是有机会会升钻石。就是你要花原本的，还是把它变成？没有，先挖原本，再去一个地方狂挖，它就会狂升了、啊。好好，那我就挖那个用丝绸蜘蛛挖。它的原理是这样的、啊，你在挖的时候有几率，就是如果你是用非丝绸去挖，会有几率在你的那个挖的那个位置生成一只蝙蝠，隐形蝙蝠，但你们看不到。然后那蝙蝠会再随机飞大概飞一秒两秒之后，它会再找附近的方块变成矿物。嗯，所以有时候都会跳超远的耶。它飞比较快吧，飞比较快。它往上飞了是不是，那我们要去密闭空间。对啊，对啊，所以我都是挖回家在密闭空间里面，这样会比较不会漏掉，因为常常后来发现有时候会漏掉。对，好，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家自己弄一个秘密空间，然后旁边的四周墙壁全部用那个石头制造机被挖掉，自动往上推补起来。哦、oh, ，好好难哦，好麻烦哦。哦哇哦！哦哇哦！我们的新科技好难。我发现你这样弄出来，在那边挖矿就很方便啊。那蝙蝠就是在那小空间，你旁边的就是全部都可以，蝙蝠都可以摸到这样子、嗯，都可以看。好像没有雷了，嗯、对不对？没事没事，没了、哦，没听到。反正这里钓鱼喽，这里的洞是我们探过的，发发，我们该走了。对，看过了吗？嗯，另一边是我们上礼拜看的地方。哦，真假的？真假？真的是假的、啊？那我先回家一趟。好，你就死了。我先把东西塞一塞。嗯。哦。来，大家是不是很怀念以前的传送十万格？现在有了吗？哦，有了，出去玩了。好诶、欸，该出去玩了。可是也会饿得很快，對，没关系。我觉得可以。嗯。哎、欸、咻！那我把鞘子放在箱子里。十万格在哪里啊？在重生点那边，哦，肚子上有个 cos 牌，十万个，哦呦，卡了一下，哎呦，摔下来，
所以想哇哦，直接在村庄旁边。看一下，你食物要带够哎。好喂，在村庄啊，直接掠夺就好了。哎，对哦。可能在外面有饥饿效果吗？没有，所以你可能要弄一下。我刚要开始说，哎，好像没有那个哦。不太饿。对呀、啊，不太饿哦，怪怪的哦。好，没事，今天傻逼死。耶、yeah! 哦！这么爽，这么傻，超傻的，这么傻。嗯。好高哦！啊，小小西，小小西，哦，你看到啥？你还你要滑滑戏？没有刷到三排攻击。哦哦，五个是爬树的吗？诶、欸，拍着我传送了。可以再加一条，去加一下。平月对传送过敏哦。嗯，有一点，有一点。对传送过敏。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就是我在想你。不是要快塞吗？不是要快塞吗？快塞，快塞。哎呦，哎呦喂！最近快塞版不是很流行吗？很流行啊。嘟嘟嘟嘟嘟！哎呦喂呀！他是真的很厉害哎、欸，他真的是始终如一，都是甜心教主。很猛哎、欸！他真的很厉害、欸。说甜心教主，我你知道我前一阵子就是一群朋友也是就看我王心凌的歌，然后他说：“哎、嗯欸，那你知道王心凌几岁了吗？”他好像应该三十快四十了吧，他三十、啊、几了，三十几啦、啊。然后那说什么甜心阿姨什么的，甜心阿姨，好坏哦，你哪个朋友加道歉哦？好坏，不要出来道歉哦。那我们甜心教主道歉哦。可是我是真的觉得很厉害、欸，就是因为通常大部分不是这种。哦，这种哦，比就是那种女星啊，女歌手，她通常前面可能有一些会走这种风格，到后来都转，嗯，她都没有哎、欸，她很厉害、欸。然后她中间还是有稍微改一下，可是最红的还是自己，可是就是、对，还是那个的时候的样子，对吧、啊？转、嗯、型失败，嗯，也没有到转型失败，就是后来唱片不景气了嘛。因为后来就一大堆线上就可以听的啦、啊，就不太会有人买、后来实体唱片就没什么人在买。对吧？我居然打到黑光碟了！哦，水哦！你是转换的吗、哦？对，那个蓝哦，转成味道似的。我也有一张。嗯，哦，他们那个啦，王心凌有自己讲说。他被叫甜心奶奶也没关系。他说被叫甜心奶奶那也蛮不错的、啊。对啊，确实我觉得蛮不错的啦。没有人讲过。对啊。嗯、甜奶奶，你看水果奶奶都二十几年了、欸。真的哎、欸。哎呦，39岁了。嗯，要想如果改天我们过了再过几年，真的会就是哎、欸，那个实况组十几年的实况组现在还在直播，那他还在直播，真的假的？是假的，还在直播，从小看到大哎、欸，真的以后都是从小看到大哎、欸，从小看到大，我爸爸看你实况的哎、欸。可是你们现在其实就已经有一部分观众是这样了、啊，对啊，真的有观众说，我国小就看你的，我现在大学，有啊有啊，这种还蛮多的。可是我之前追的一个 YouTuber 真的是这样，我从国中开始看到他，然后到就是他生了一个小孩，然后到现在我还是偶尔会去看他的影片哎、欸。可是我真的觉得很，然后我已经放弃了。不是想讲国小到大学有点听起来很恐怖啊，那这样就讲几年有没有？啊、你讲如果是正常的年份期也还啊，讲是看六年、嗯，对，一样、啊。六年那也还对啊，就差不多啊。
可是认真觉得可以到这么久都还会持续看的真的是很强。嗯，对吧、啊哦，我是蛮多是那种高中开始看，然后现在就是出社会这样。嗯，哇、哦，这样很棒哎！你也是觉得还不错啊？我都是大学出社会。有很多从没有经济能力到有经济能力都有啊。对啊，对啊。嗯，对。很厉害。从机骑脚踏车变骑摩托车。对啊，要换重机了吗？哎、欸，你什么时候要开跑车啊？我现在连开车都没办法、啊。开个车啊！对，即刻考汽车驾照吗？应该是会去考，但是还没去学。哦、no, ，我跟你讲，你等到你真的可能会用到之后再去考啦，好不好？因为不然的话，你如果考了，然后你考了，然后没有都没有马上开的话，我跟你讲，一定就会忘记。对，跟我一样，跟我们一样，欸、有人要猎豹吗？猎猫人都打完了吗？猫吧，三猫，三猫吧。嗯、对，三猫应该大家都打完，应该是猫。好的。猎豹，你他长得像猎豹，太凶狠了吧？对啊。我也是考了，抱歉，我刚才转移话题。我也是考了，然后都没在开车，然后都是被逼的。可是你起码开的哦，你起码被逼，但是你还是稍微会记得啊。啊，我这个是真的是完全不行。没有，我有时候忘记那个排档要怎么打、欸。哇靠！忘记怎么打？就是手排的吧？哦，不是不是，自排的。啊，你自排会忘记？而且有时候刹车也会忘哎、欸，我只要忘记刹车，不要啊，怎么忘？好恐怖！没有，就是你上去，然后想说，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就是要想一下，你知道吗？可是现在自排的就只有一个踏板而已吧？没有啦，有两个，还是一样左右啊？对啊，中间刹车，然后右边是油门。哎、欸，我还记得哎、欸。我是完全忘了，我一考完，然后大概过一个月我就忘光了。你是应付学校考试吗？马上就忘了。没错，我就去特训一个月，然后一个月马上考完考过，然后一个月忘了。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考汽车驾照的时候，我居然。我没有一次就过，我有考第二次，但是通常大部分人都是卡在那个就是路考，但是我是考笔试差一题，笔试没错，笔试耶，我的那个开车是几乎满分，然后我那个考试笔试差一题及格。笔试居然是笔试，太浪费了！我真的都没有看那个考古题哦。我一打那边很认真啦，然后呢，那个成绩出来之后，我妈就说：“你在偷懒啊，还在那边玩电脑不看。”那这样子，你考笔试，你还要再考一次那个吗？不用，就是、还要再考？不用，哦，就只要补那个學对对对对学分的那个。哇、那個那很不错哎、欸。然后我觉得很好笑。好皮哦，你这个人很皮耶、欸啊！我真的是有点皮、欸，很好笑。哎呦，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就是我们中，就他是那种他的个性是，他很容易在做一些就是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常会不小心失误的类型，失常嘛，对不对？对对，他很容易失常，然后他平常表现明明就很好，然后他去考机车驾照的时候，他考了三次才过。哦、是卡在哪一部分啊？没有，他第一次去好像报名，然后好像要考的时候好像是没带到什么东西，然后就没办法考。哦，忘记。然后第二次去是就是笔试，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考超烂的。啊，不是，他这样子是，对不对？然后他后来第三次去考是那个，他好像是就是。路考的时候有不小心犯一个很严重的错，所以他就被退回来，考超多次。还好机车一个礼拜吧，还是两？对啊，机车一个礼拜啊，对啊，啊他这样拿到驾照就是快要一个月了呢。哦、oh, ，那也没办法、啊。哎、欸，你知道讲到机车驾照，我突然想到，因为他不是前面有一个什么直线七秒嘛，是吗？对对对对，对吗？
对，就是直线要撑，就是要骑过去这样。然后我只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没戴眼镜，那我其实我没戴眼镜是会有一点闪光啦，所以看东西是有点糊，但是不会到完全看不到那种程度。然后我那时候想说，这个我看有些人都会不小心太快过去，然后呢就不及格这样。我想说我要撑久一点，然后呢我就第一次骑，我就想说，看起来好像还没有两，还没到七秒哎、欸。然后呢我就骑到大概剩下三分之一路程的时候，我是几乎接近用停止的速度偷在那边，然后左右扭是不是？我也没左右扭，我就是很像经济独立那样嘟嘟，就是这样子停着这样。对，然后呢就后来那个主考官看到他说，哎、欸，等你回来，然后他就回他，然后他看，然后我想说他怎么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哎、欸。笑脸脸，你刚刚为什么在那边十五分钟？哎、欸，十五秒，你在干嘛？你在干嘛？然后他就说那个再一次啊，哎、欸，那个，然后结果后来太混乱了，他以为你停下来了。对，然后后来我就再一次之后呢，那个时候刚好我在骑的时候不小心脚，你知道他不是旁边有黑色的那个条，你只要碰到就会大叫嘛。哦，对，我不小心脚踩到那个东西。然后照理说他只给一次机会嘛，但是呢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人很好，他就直接说你继续骑，然后呢我后来就继续骑，他就给我过，这样我觉得超好笑。很好哎、欸，通常那个你压到就是哎、欸欸，那再来一次哦，啊没有、啊、就下礼拜再见咯。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第一次机会已经用掉了，所以照理说应该是就没了，再来说应该是下礼拜再见的，对吧、啊？我觉得就哎、欸、还不错哎、欸，他对我还不错，好好哎、欸，好人。对呀、啊，你这个被爆出来是哪一个？被抓到就完蛋了。啊，我想好久以前了，他搞不好已经没在做，已经退休了嘛。因为他那个也算是一个老。是考两次哎、欸，抱歉、哦。真的假的？因为我第一次很紧张，我就直接冲过去。哈哈哈哈哈！冲过去，超好笑的。然后第二次就有考过。哎、欸，然后我妈就在旁边很紧张。哦，我是考一次，可是直线七秒的第一次直接压。直接压，我超大声。他说：“我们来，感谢你再重来一次，然后重来一次就过。”然后我后面每一个人看起来超紧张的，增加大家的气氛嘛。对，然后我考完出来，我爸就说：“哇，你是在帮人家就是搞气氛的，是不是？在后面紧张一点。”后面压力很大，超好笑的。我反而是后面的那个什么转角哦，踩了一下。九十度转弯这样，对，踩了一下，还好没事。我那时候去考的时候，那个前面的人太紧张，然后转弯的时候他就不然踩到油门，直接撞在他那个斜板上面。哇、哦，他没事吧？好痛啊！那个斜板没事吧？那个斜板就很像那种高速公路旁边放的那种，它就里面有装水，好像有看到水花有喷出来一点。哦，哎呀，就没事啊，回去休养，刚好一个礼拜之后再来。之前去考的时候，那时候一直以为说，就是我听我妈讲说，考场那边应该有提供机车让你去考吧？没有，有啊有啊，可以啊，可以租啊。有一些并没 有、欸，像我之前去桃园监理站那边是没有的啊，真的吗？我去问，我去监考官那边的时候都没有。于是那时候我很尴尬，就是我坐车过去，但是那边不能没有车可以借，没有车可以考。于是我就跟旁边那个就是考试的那前面其他就是家长说，欸、我要考试，可是就是我把一五一十跟他们讲。他说：“好，没关系，那我儿子考完的时候在机车借你考。”哦，他人很好呢，对，很好。他是有看到前面，没有。后来最尴尬的是，我去考的时候呢，他儿子考一考就直线七秒直接插出去。后来啊，什么他考完没过，我要换我就稳稳的给他过去，然后就超尴尬，你知道吗？他儿子没过，我过了。你都这么想说的，让你超尴尬，好尴尬，你知道吗？哦。我想说的是，如果前面有人撞车的话，他搞不好会有点后悔。我要不要借你好了？这怕你也撞车，怕你也撞车。对啊，最尴尬就是你刚才讲那个，没想到真的发生了。如果对方没有过，然后你过，一定超好，一定超快，那是超尴尬。他真的没过，他是真的没过，这真的是一五一十的事实，他真的没过。
哎、欸，哈记，哎、欸，你这不是说十吨以下不会退等吗？哎呀，啊，没有鱼饵不算哦，鱼饵不算，鱼饵到五就是顶了、啊，那你基本上就是对，哦，也是的，那就是最后一个砍了，好吧？也是的。啊、你大成功了，你大成功了，好狠哦！一耶，如果是四到六的话，你这个直接烂掉、废掉，直接爆开、欸。对对，还好还好还好，活下来了。你想问一下，有人拿安德的刀子吗？那边有放一把哦，在我这里，拍谁？我想说那把怎么不见了？在我手上。失踪的刀。那用起来很顺手，我带回去用好了。没用起来很好用哎、欸，好像很适合我哎、欸。喜欢喜欢，好评。你要不要放一个那个告示牌，说一次直播借一次两个小时多少钱呢？没有，那个是我做好放在那边的。啊好、哦，对对对，公用公用，只杀安德用。哈哈，笑你失败，他、啊、真的失败了啦！笑的是谁？你说说一下，笑说谁？你说说看，好可怕、哦！我现在看到5%都觉得好害怕，我先走了。我刚也是，哎，刚刚爆了一件三条的裤子，好亏、欸。哦，那个真的好痛哦。对了，不是上次有说什么50%还是什么的？50%？50%？卷轴？哦，你说50%卷轴？啊，50%诅咒卷。是还没有50%的，有了，也不是50%，它是我后来改的，它是随机。哦，那趴数不会公布，那它的公冲的那个，像我们是冲30%加3嘛，哦，那个随机的几率冲更高，一次冲上去冲超高。哦，所以有可能加4加5这样吗？对，那目前他去哪里打，已经在这个数据有了，但我先暂时不公布。好哦，自己去摸的，意思是这样。嗯，啊，所以阿旺你没有刀子吗？啊，有，我刚刚想说你在那边，然后我现在拿去放。那个，哎，应该是应该我用不到了。等一下，用不到什么掠夺刀吗？哇，没有掠夺刀，我用得到。这个你潜能可能自己再弄一下。我自己有一把啦、oh. 我是不小心拿走不是我要的把啦我想说你是没有刀子我忘记放回去而已啦没有因为我自己的我有附到掠夺所以我才拿那里面的哦。你要说哦啊那是啊你哦感谢你的好意真的是哦真的是哦行海洋祝福附上去的话，会比较好钓到钻石吗？其他东西啊，海洋祝福的话，来看一下它的机制是这样，它是海洋祝福三代表的是你的本身的幸运加3。嗯，对、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像我们装备不是有些潜能属性，那什么，你要冲到加1加2的幸运就很难了、嗯，所以它其实有点坏掉，这是我之后会改大改的东西。嗯。就是像以前有些人，哦、我跟那妈福有人冲那个海洋祝福已经冲到10级了。那在钓鱼基本上不会钓到鱼了，都是钓到宝藏，钓到宝物。对啊，对啊，对啊，对，是那个是我之前没搞懂，现在搞懂的机制坏掉的东西。哦。所以下一季的时候应该会改这个东西，会改掉。嗯，下一季的时候。对啊，反正这边大家都就玩，已经弄了差不多了，就爽爽赚一下嘛，对不对？叮，那船你可以回去钓鱼了。洞穴不属于你的了，他用装来钓鱼喽。哎、欸，不是，他现在大家一起来钓鱼喽。你让他有继续更多欠债的理由，他可以去冲一把好的钓竿的。哎、欸，对，我就是那个债主。可是钓竿现在很值得啊，嗯，石头什么的也都可以钓得到。爆了，爆了。哦，那其实也没有到很好冲哎、欸，算了，那我跟你一起挖矿好了。还是零成本挖矿好了，剑锋转舵，你一个鬼转，可惜你还要用吗？用什么？保底阿素要啊，好等你，等我一下，好像那个钓竿，哎、欸，我那边有很多把修补的钓竿，你可以去、哦，对我就是拿一下，哦，有 boss， 在我的箱子，哪一个？你箱子那么多？那个靠近钓鱼那边的那个箱子，
哦，有也两三把吧。那这个是要点哪里才能进入确认啊？哪里什么确认什么？说将于三分钟后出现 BOSS， 请点选这里。啊、那个先不要理他，那个是下一次我再更新的东西。哦，因为对那个的话，是因为我在开干净帮他扶嘛。那他们很多人在讨论说，为什么就是带到有鞘刺，然后飞过去 BOSS 就已经死了，大家就打太快了。哦，所以在干净帮扶那边设定是后来弄个小黑房间，用船的方式穿进去、啊，有摸到就有自动分配那个奖励。哦。人多的困扰，对。阿团，你有找到酷酷的洞穴吗？没有，我现在在。我等一下过去，因为我现在在削刚刚身上的圆框。哦，圆框。是洞穴达人。洞穴达。我在帮你冲到哪？哇！哎呦，爆开！我晚点努力看看能不能帮你冲到一把那个鱼人，你之后就去当个渔夫吧。我突然觉得幸运稿目前好像就差不多了。突然觉得不用冲了。哎、欸，我快熟了！你这个要赶快开这个洞穴。哦，等一下呢。它旁边还有那个、欸，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探过的那个废矿。这个很大、oh. 这个很大这个很大好的，我快输了，我要不行了，我先把我自己埋进来好了。真的啦、oh? 我剩两颗在颤抖耶、欸、你身上有 apple 吗？没啊，那就没办法了。对啊，哎，没我刚刚洗我钻石啊。哦Apple， 下一位。哎、欸，这传奇用完了吗？还没，我还有哎、欸。哦，过山了、哦，还有两次还可以冲。你在过几啊？你要那个的吗？这里过自己出去。你要攻击卷吗？哇，我去看一下，我应该有。哎、欸，你后面有个僵尸。喂，前面是废矿，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探过。看起来是没有。好扯！有你又回来了啊！你又下去，他直接送你下去。不用，他进来，他进。哎，攻击券，这个，这一箱。啊好，拿两张就好了。我，他就这样来来回回。你帮我点好了，我最后一张了，来点下去吧。哦，过了。再一张。我靠！六六。18公哎、欸，十八公，哎、欸，废掉了啦，鱼儿废了，哇，废掉了，够了，才刚讲完，怎么为什么这鱼儿废了？六没有用，六就掉不起来，嗯，我要五哦，对，要五是最刚好的，哇，我变废物了，完、哦，没事，你再去拿一把，哦、你再去拿一把。你今天真的不宜冲掉杆哇！我冲了几组砖啊？三组砖了哎、欸！哇，好， oh. 为了一只钓竿哇哦！ Oh. 不会啊，那个钓竿有钓到的话很爽。看一下，看怎么又挖到了？我来试一下。我从一个水晶洞，想问我要挖到地表，然后就路上又挖到了一个水晶洞，好赚哦！反正要，哎、欸，你现在还可以再冲吗？冲什么？他会掉等，他会掉等吗？大成功吗？他那个不是不会掉后面再冲海洋祝福，他要求赚要是多少999？不是不是余额，会掉等吗？会掉等，搞不好还有救；不会掉等，那就没救了。可是就看你啦，看你是要重新冲一把上去，或者是赌掉接。哈哈，我想一下哦，我去看一下，你先冲啊。好，我先回家一趟。好，掉嘞。不对，我是加七，它显示错误。不是我啦，这不是我。加七。我的材料不太够，等我一下。就看一下我的那个余额。好，你帮我换。余额感觉好难冲哦，你们这样都来来回回。99999。
我那时候我试过啊，没办法。有没有降等券？需要新功能的东西。好，杰克，哇，五分好哎 ，safe， 危险危险哦，回哦。突然觉得大成功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对，对于鱼儿来说啦，要用对地方，没错。太危险了吧？那我要去冲钓竿，看起来很好玩。大家都一起冲，冲啊！他自己你说锁能只有打怪会掉吗？后来改了，都会弄到了。哦，对。我想说水晶怎么敲出了一颗锁能？我快被那个我们家外面的树丛给扎死。打掉啊！打掉啊！打掉啊！你是被戳搞死自己。好痛哎！哇，掉一次五颗哎，不错，你一次五颗，刚掉了五颗钻石哦，没有啦，好多，就是那是二到五颗在跑，哦，又是加三，对，我是加七，我是过七张哎，七张三十趴哎，加二十一哎，好狠哦。完了，你的运气用在这里了呢。小心你，小心哦，小心哦，小心喽！这些人讲话怎么这样？没有阴阳怪气，不是，这个是中固。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至少说是运气，不是说你的阳寿用在这里。对，我们是说运气哦，至少只是运气，还没到阳寿玩游戏，别紧张。没事，恐怖。没有啊，我现在已经是完全相信运气是定量的这件事情。你每次那个爆炸完之后一个大 boss。哎、欸，对啊，每次运气爆棚完之后，后面要跟运气有关的，比如说抽卡什么的，一定会死掉。啊，那我最近想要先存一点运气。不觉得卡要抽哎、欸？哪呀？那个啊，六月的那个不是有个新的池？哎，那次对耶，我也要留着运气耶！哎，等下给我爆，等下爆装好了。好了，我刚刚那个装备三条的爆开了，谢谢你。哎，那等下我去冲一个爆装好了啦，好不好？我去冲一个爆装好不好？你就突然变得超感恩的，谢谢。我靠，笑死！五条跑速哎，哇，好快哦！有人要吗？五条跑速的金裤子。那我拿个好那好几拿去啊拿去五条跑速哇超快哎、欸、你当时洗个速速值应该就很好了太会跑 Super T 零角、哦、哎呦想说刷个幸运怎么刷出五条跑速、哎、我们最近玩那一款不得不说它很超级送超多抽哎、欸、对啊。这么开心、啊！你说新的语音频道那个？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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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他是真的送蛮多的，而且其实原本以为他是女性向游戏，应该就只有就是基本上都只会就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大概八成都是男生，只有两成女生。后来发现女角其实蛮多的，女角其实也蛮多，而且有用的女角还蛮多的。对啊，嗯。很意外，爆开了，好点了，没事没事，你的运气累积起来了，没事没事，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反正找到同伴了，今天大家都要包一件，对，大家都包一件装了，不用紧张，来了，反正这个补，把线都丢了，你把线都丢了什么意思？你说钓竿哦？对啊，没有，麻烦你来我这，我这边也很多。好诶、欸，大家都很多，别那个会狂钓一大堆，你不用担心。你有了钓竿之后，你去钓，你就会钓到更多钓竿。对对对啦，蓝蟹。我可以直接冲那个吗？可以啊，可以可以。
我去把它修补一下好了。欢，嗯，跟你进的幸运稿。哦，他耐久快剩一半，欸、我没事，你要，我没事、啊，稍微注意一下就好。没事没事，帮他修一下。我一个阿欢爆了，爆了，你也爆一件。没有没有，前提是这个爆是要消，这个爆是要消我的运气啊，可是看起来不是啊，看起来不是消他的业障啊，不是消我的运气不行啊。哦，你就纯幸运而已哦。对啊，我那个时候纯幸运，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没钱啦。哦，没钱很难过。没事，我们金融界大永远欢迎你。没有，我已经几乎每集都在借了，好吗？他每一集都在借钱。对。有啊，这一次难得是还债还没借，唉，要不要先借一下，下次再还？还没十点不好说，对，没十点不好说啊。我等一下想说要再去冲个东东的，哎呦呀，有没有人想来玩一下老棒生猪这个传说光碟刚打到的？我记得是不错啊，我要来。都是戒符盒吗？对，里面全部戒符。哇！我刚刚打完了，我也打完了。哎、欸，不对不对，我打过了，我不能打了。我还没打，那我也来。那我要走了。哎，很没有要素，会飞很高、啊，真的吗？飞来飞去。让阿发玩。刷戒符盒的副本。对。只有两个吗？有没有其他人？我已经拿过了。哇，这次不能跟上一季在旁边偷打了。我已经打过了。没有，可以飞到那，飞到上面去打。哦，对耶。对。没了，那走了。好，走。小雨不来啊？嗯，我在弄东西。开扁。开扁。幸运三条应该就够了吧。开屏，开屏。哎、欸，还、啊、没倒数哎、欸，哦，有，对，倒数有了。算了，三条就三条。三啊，我没穿鞋子，我嘞。我靠，超多！那超多。没事，我干掉一只了。你还有很多只，你还有很多只。我完了，我走，我看不见了。你要注意装备哦。好多哎、欸，好多、欸。对啊，小心不要爆开哦。你不要刚冲出来，然后就，哎、欸，武器啊，那还好，那还好，没事。是我靠近不了他们了。只能打那个顺到你旁边的。对。哇，钓竿、这个、钓石头好多、哦，对啊，超多哎、欸，多啊，真是没他哎、欸。我跟你说、嗯，我上次我们那个聊天十分钟就掉了超多，真的超多，比挖矿还快、欸。哎，走开，走开，飞不过去。好像应该去弄一个幸运装来钓鱼用。我还有一套，你要吗？哎呦，我还有一套哇！你还有一套都两排的，都两排的，都两排的。黄蜜蜂都被打死了。你来，阿旺，你来我家，你来我家。啊。啊对对。啊！哈哈哈哈哈哈！死了！突然在我面前，我就灰了啊！出事了！哭了！真的是呆机了！九九五啊！你想，他还没拿他手上的加七的砍你哦，你就这样砍了他，对，你就先砍死他。前飞，然后我就哎，你就下去了。我还只捡到一个戒符壳，只捡到一个壳，只捡到一个，好赞啊！那这样子的话要怎么靠近他打？想办法喽。那个失锻造台失败是谁的失败啊？看上一个谁冲的水位吗？对啊，还有十六趴哎，哇，十八趴，十六。啊！他刚爆开啊！对啊，我爆掉了。我看一下，我偷看一下。要发发的，那发发的。啊！爆死了。那我要等发发出来把它用掉。不是在等发发出来之前用掉。我很荧光粉。无情用掉。那你觉得我要用什么？
我不吃葱，我不太有。那你有什么想冲的？对啊，看你觉得。不要冲那一阶二阶的哦。对啊，你冲一阶二阶的，大家会很心痛。终于有了嘞，二阶冲。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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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哭死。哦，那我想一下。你冲个高阶的吧，有什么东西可以高阶的？那你有什么保护比较高，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幸运？你看你的，那你这有没有保护四？保护四的头盔嘞？不行哎，不行哎。不保护是有点浪费，变烂了，变烂了。不然你就是那个啊，不然你来卖水位好了。好啊，卖水位。你卖给团团啊？卖一看有没有？好，卖给我、啊。你要要多少？你要出多少？你要出多少？我其实也没什么钱哎、欸，老实说。你现在借啊？你是啊？我现在只有两组多，快三组。可是我原本是想说要充余额的。所以我才说要等发发那个水位用掉，还你的。那我，好，对，没把。好黑哦，好黑哦，好黑哦。定你定你，对不对？定量的，定量的。完蛋。那幸运这个 VI 这样子嘞？可以啊，可以啊。六，可以啊，六可以啊。幸运六，好，那我冲这把。结果他大失败怎么办？就爆开、欸。不笑啊，不笑你。放个还是我去？你可以有卷，你可以点呢、啊。好，我去放个防爆卷。反正5%都会爆开了，大家小心。对。嗯，劝世。190。按那个杰克，你穿那个钻石一次掉最多多少？不到哎、欸，好像5而已吧。哦，感觉差不多。那一样哎、欸，应该就是最大值是一样的，只是比较容易掉到。嗯，我反而掉到5个命名牌了。我、哦、命名牌超多，命名牌跟安都超爆多的。还是19了，19。那我再一次吗？哇，看你啊，看你、啊。哇，厉害！你的好香。那我再按下去会爆吗？我已经没有防爆卷了。这个不会吧？这会爆吗？他没有防爆卷的，5%而已。5%而已，有机会还是会爆哎、欸。过了啦，你看看我刚刚，就跟你说5%就是会爆哦。给你啊，还是我先冲那个好了。耐久，我觉得你要先有强绿卷的话，你可以稳过啊。我没有强绿啊，我现在只想要修补而已。你啊，我觉得你这个不常用就耐久吧。不是啊，可是它快坏了，我要先修补，还能修它。你是掉杆吗？还是什么稿子？不是啦，它的稿子啦，稿子哦，钻石稿、啊、还是得修它、啊，不然要钻石修很麻烦了、啊，对吧、啊？嗯，真的啦哟，有了，哎、欸，好了啊，反心你，嘿，掉杆就会怎么样？你要不要帮我弄？我好怕，我可以提供钻石。我不要，我也怕，我刚拿到那个啦，看你要不要啊，或是如果你不要，来啊来啊来啊。少冲一些而已，是不是？我好，你一个不啦啪！啊，没有钻石。呵呵。应该是这个吧？嗯。刚钓到的。杰克，你有没有多的钓竿？哇、哦，这很棒哎！你要什么的、啊？我做这些，可是这些又偏烂。你留着啊，看一下。没有没有没有，多的你刚给我的、啊我。那你给发发。好啊。或是看谁啊？修补的已经有现成修补的钓竿了。哦，我这个也有哎、欸。刚刚这个，等下会爆。等一下会爆。是不是那怪怪的？那我先去修一修。海豚又让人掉肉物了。要把东西丢到水里呀、啊？让他玩一下嘛。给他玩啦、啊，他的玩具。嗯还要玩那些钓竿，让他玩，给他玩，给他玩。你把他种个仙人掌啊！大家都在家里钓鱼的。哎、哦欸，搁浅的海豚，搁浅的海豚，好上他，上他，在哪？在啊，死了，在玩，啊、死了。没有，他沉下去，他沉下去。音乐不要！啊哦不，没事，还有，
带一次过，一次过。没带钱不够，回家拿钱。没带钱。有带钱，钱带不够。又是夜妹，我可以去睡觉吗？因为你后面一大堆夜妹，超多，是怎样？走开！我要去变白天喽。好，我怕了，我怕了，强力来了。哦、yeah. 来喽，来喽，大成功！哦、你闭嘴！大成功！太棒了！他吓死了！真的，我眼睛刚瞪超大的哦！大成功！哎呀，干大！大大大成功！嗯，哦，你要不要去借个啊？过爆了两个的建议，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我有强力，我有强力。好好好好，大失败、欸，大成功来了来了来了，大下一个大成功来了，要不要大呢？大成功，大成功，强强力大成功，没有了，哎呦，哎呦可惜。吓死！有没有一个介符合啊？一个就好了，一个。我家有壳、欸，你可以。我有，我缺一。我有一个。好的，那他耶。我只有一半。大成功，只有一半。啊，你是要壳哦、啊？我给你一个盒啊，没事啦，壳给你了。那这个给你。大成功现在是几趴？21，好扯！大成功！等我一下下，粉团流口水，好爽哦！哎、欸，九到十的幸运稿，没有啦，我没有要，我要乖乖赚钱，没有钱，有钱就会说，哎、欸，我跟你买，钱包不允许。哦，掉到锁的。团团，你是自己有钻石吗？还是都没了？没有啊，就是什么，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啊。我可以跟你讲，我现在钻石总资产，现在钻石总资产只有大成功，十二颗。大成功，好碎啦！有了，继续来大成功，大成功，上去了，大成功。再来，大成功！等一下，你把你全身上的财产全部带过去好了，全部都先带身上好了。好、啊，先这样好了啦，花好多钱了，算了。啊，不是啊，都在花了，不花到底吗？啊，一次花完吧，啊、一次花一个、欸，大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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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变六了。你五趴暴中你不怕呀、啊？啊，没关系，掉竿而已嘛。你看我，你要大成功了吗？你要把那个鱼饵六挂起来，表宽，吊起来放着。伺服器第一个大成，大成功，大成功，大成功。你自己在摆位置啊。打失败、欸，大成功，大失败就暴走了。我路过捡到两颗，不敢玩了，不敢玩了。两颗是假的，好，接着换你。假的哦，嗯，小成功，小成功，小成功，三分球，小成功是退的，三分球。你要不要这个啊？这个，我会这样来回哦。打成功，感谢，等一下哦，好。哦，有了有了，再一个再一个，哦，再来再来，等一下哦，怪怪的哦，怪怪的哦，怪怪的哦，
没理由不过吧？为什么掉不起来？为什么？怎么可能？你再换一个呢？水池嘞？我在海中间钓呢。嗯？你说你哪里游着在钓？繁星是啥？我送你。我那个咯，我冲咯。为什么要送我这个？冲啊！你不是报那个六吗？哦，我刚冲过，你没看到吗？哦，好吧，没事没事。那你可以允月。允月也有吧？允月没有啊？他没有啊？那不是爆开吗？余额五的。余额五是没有啦。他不是爆开吗？允月。光。你可以先留下来啊，搞不好下一个就爆了。那八八八有吗？有什么？鱼儿舞？为什么有时候没有哎、欸？有时候钓不起来。那修补你自己解决。啊、我钓都等晚一点再跟别人借钓竿去喝。你要不要回来我们这边？哇，你好强哎、欸！1.18的它的那个大更新不是钓鱼会有个，就是你要在开阔海域可以钓。对，我是在开阔海域。你个海域路附近有方块？不是海中央吗？它是在海中央方块吗？对啊，他说他在海中央。你旁边钓的那个浮标的那个位置5×5是有任何方块的吗？如果有海有方块会挡到啊。哦，所以是这样算、啊。对，因为如果你挡到的话，那它就不会，因为你那个钓幸运已经够高了，它不会出鱼了。那既然挡到，它不会出宝藏，也不会出鱼，那就是什么都没有，空的。哦，对，会空干。空干好，空干。空的钓竿哦，奇能石耶，石头超多的，好不好？你赶快冲鱼儿舞啦，这样干比较快。嗯，那我现在也是石而已、哦。可是我现在知道到时候冲了就炸开 了。可是我要等抽卡，我下礼拜再来。不行啊，那一只是太强的角色了，一定要抽到。不行、啊。我每次听有些什么、哦、人权人权，哇，这只人权。哦，不是，那一只真的是，那只真的是，那只是从头到尾都可以用的。他说、啊：“什么队伍都要带他，我、哦、不行不行，我留着。”不行了，不行了，搞不好过两个礼拜出新角色，那只就被比下去了。哦，不会不会不会，那个这个游戏有未来式，那个都已经看过了，先看过了。哇，出现了一点问题，我刚刚不小心按错，结果他写说我的等级不够，然后不给我按，然后我想要把它拿掉的时候，他就给我用出来了耶。用什么？这叫什么？铁针吗？对，你重登就好了，他就是弄好了、啊。你刚去过中介对不对？对对。哦，你的等级被隐藏了。可是东西会还我吗？啊，你重登看看就知道了、啊。你先重登，等等。他很紧张。我很紧张，因为是余额五啊，没有啊，我的白痴。这个看你要看你要放左边还是右边哦，放哪一边有差哦。因为我想说都没有，然后我就从按就我一拿，然后他就跳出来，然后我说我等你不过应该不会怎样。他真的哭了、欸，天啊！孩子，我要干蠢事了。没数啦，对不起杰克。末日最黑暗的一天，末日最黑暗的最难过的一天，得意的一天。哦，不要。哎呦，鳞甲应该没办法换东西哈，可以做帽子啊，酷酷的帽子，就只能做绿帽而已啊。对，还有那个、啊、真的是绿帽没错，吸血帽，海龟药水，龟仙药水，对，防御加很高哦。爸，等一下，你这把是旧的还是新的？就是新的。我刚给你的吗？还是不是？是我不小心把它结合一起的了。所以它变新的东西了。所以刚刚鱼儿舞没了吗？没了，鱼儿舞没了，被压掉了吧？对、哦，所以我对不起你。因为你刚刚是想用鱼儿舞去修上去啊？修上去，就是两个合在一起。你只能用铁针，你不能用这个装备合成。对啊，我用铁针，结果它。我按错了，你的约舞放右边去了，左右边放错边、然后我要拿的时候，然后我不小心按到，然后我想说等级不够应该没事吧，喵他帮我拿出来了，喵他帮你拿出来，
你要对啊，没想到他帮他拿出来，他帮我拿，他自动帮我拿出来。没事啊，痛过就知道了。对，都要痛过了。这水位高吗？那你继续，你先继续，你先继续。哎、欸，发，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你要不要喝？刚掉到了。哎、欸，海豚应该很爱这一片海域。全部都是好玩哦！阿宝，阿宝给我好，都是亮亮的东西耶！阿王这把是这个的样子。不过你们尽量钓鱼钓起来的时候，那个鱼让它还是就是在陆地上死掉，死掉。对，不要让它回归海域，会到时候鱼越来越多。对，哦，有啊，我放一个集装箱。我没有哎、欸，我没有哎、欸。那下礼拜我知道干嘛了。我想说离开那一区域，他等下就不见了。说哇，钓鱼场啊！对对对对，渔温。其实我这里就是了，你可以过来我这边，就是看到一个。你这个可以先冲。你好狠哦、喔！我要看钓竿对不对？我已经不会再钓到鱼了。他是要让他们搁浅死的。对，好狠。哎、欸，六就不会钓到了、喔。我已经不会钓到鱼啦、啊！我现在还没钓到一条鱼哎、欸。哦哦，哎、欸。哦，那我就不会钓到鱼了，没了没了。好了，我要去借几张防爆卷，不，强绿卷。啊，抱歉，我耍白痴了。没事啦，通过就知道了。啊，你这手又可以给我吗？好啊，你拿。我怕啊，雨月，你钓竿在吗？在个在啊，是的，在啊。啊，那你来，你过来。怎么了？我带你上。哇，有人带我上分哎、欸，好赞哦、喔！强绿吗？我去准备一下钻石。等我一下，强绿啊！等我一下，我准备一下钻石。哪样会不会大成功？所以他们都是用强绿这样子冲上去，是不是？就是你只要你的累积失败5%以上就哦，不是啊，我是说他干爹妈服的。发、啊、大成功，我就砍了你。为什么？因为你是乌鸦嘴。成功。哇！哎、欸，大成功我也，哎，小雨前辈也要用。我知道。大成功我也没办法啦了。又进化了。大成功。应该是稳过啊，你就点吧。应该啦。好，养容园成功哎、欸！发，大成功了，真的大成功了，耶！我赢了，真的成功啦！哇，那我也是没发，谢谢大家，你不要太难过，你还有一张强绿卷。我错了。爸爸，我成功。我本日最有效果，太开心了。我还一大成功哎、欸。对啊，我刚才只有二而已耶，天啊。哎、欸，雨月，你记得可以回去拿那个强绿卷哦，多一张。对，强绿卷在，他要还卷，他要还卷。那张我的。哦，唯一的小确幸。那有人想要上什么酷的东西吗？有，那我觉得现在也要。还是那个团团那一把，那一把幸运石啊，9-10啊。我可以建钻石，他今天又要欠债，那我又要欠债嘞。没错，花了这么多，那我跟杰克借好了。那强绿也是杰克的嘛，是吧？我没记错的话，哦，强绿我可以赠送给你哦，钻石就好。我团团，你是连续3个礼拜都在借贷？对啊，每次都在借，我的天哪！啊，杰克，我在锻造台这了。这是位小成功吗？又要小成功，你先放上去我看一下。小呀，奇葩哦。对啊，那你先拿下来，我先用别的。好啊。上分列车。那也是要垫水位吗？需要垫、啊。垫几个水位上去。对啊。哦。那些杰克要先冲几个这样。对，就是有运气好，有垫上去就可以了。素素哦，哇哦，哎呦，
来发发我其实没差，我都没差，我做出来也是做给送给别人而已啊。小成功啊，失败。小成功，小成功哦，这是小成功，小成功，小成功，你给我把盖过来，盖回去。2323年货，刚刚好的。盖回去可以盖吗？我可试看看，我试看看，试看看。盖回去什么意思？他想盖成五，盖成五。哦。他其他就不用再付了。可以试看看，我觉得风险很大哎、欸。我先不是啦，我借我试看看嘛。反正碰过才知道、啊。我放合成，我放合成，我放合成。放合成，好好好。可是你，因为你的海洋祝福上限就是3啊。哦，你这个是有海洋祝福的啊？是，那不行，啊、那就上限3的话，如果你放右边，它会变吃回3。到到到到到到。那要一个没有单纯的鱼饵的。单纯，我有一个、欸，你可以去我箱子翻看看，我箱子有。我去找看看，在海边的那一个就可以。我有个单纯鱼饵2的，你要吗？会不会太低？你可以问哈记啊，他一大堆钓竿呢。这跟谁的？这跟谁的？我的。你要让我压吗？你要让我压吗？你说什么？你说这一只吗？那我就我点啊，我花钱我点。他想要看大家会不会都是鱼儿舞啊？因为我今天的目标就是让大家鱼儿舞啊。大家的鱼儿舞，你先这这个不知道。那我压了，我压了。好，你压、啊。大成功。失败，成功。OK OK 吧，我要拿走吧。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小五啊，对，铁针从3再重新上去，嗯，啊，哦，第三了，啊，哎，不要一直上上下下，浪费钱，上上下下、欸，哎，你要就是一直下，不要一直上，真是超浪费钱，往外下，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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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吗？哇、wow ！下的，来，彤彤来，彤彤来，彤彤来，好好好好好。要幸运，你这自己花，哎，只要一颗，哎呀，没有，你没调到，没调到，哎，没有，你按好，你按好，哎，现在是几腿？这个啦，这个，你自己花。我要给你拿那个，九十哦，很多，我要欠一堆钱啦，那你借我这边不够了，我这边不够了，现在啊，我而且我这次换跟小雨借了，我看跟小雨借，我算一下，啊，成功是，哎，多少？36，怎么36？没有在算，哎，不是90哦，那是90啊，哦，90，就是26，大成功也赚啊，很赚啊，大成功也赚啊。上限现在是到15啦，哎，15哦，对，大成功，哎，没有，九到十，三二，有了，直接上了，谢啦，完美，再上去，他还会再上去吗？可以到15，可以啊，可以到，没有，我没钻石啊，没钻，我这个钻石用借来的，不是借来的，我要去写借据了，等一下。借据，小雨哦，我借小雨多少钱是不是？你愿，这把直接给你，刚、啊、做的那把，刚做的。我这边有啊，这边有。大成功。我把我原本那把把它压成鱼饵3，再来冲啊。哦，好。小成功。啊！铁针爆了！不好意思，15%有人要吗？不要吗？15%，问一下，15%要钱吗？你要卖多少？钱吗？哦，看你们有没有要出价、啊。你说诚实商店吗？5钻也太少了吧！5钻还不进来冲？半足起价，好不好？半足起价，半足、哦。怎么看趴数啊？上面有写、啊、左下角，左下角它有一个累计失败。我应该是看这里。啊。所以鱼饵你那把不用吗？那这把还你，这把还你。好啊。如果单纯鱼饵5，好像也盖不上去。我觉得小雨留到下次再卖了。啊，再给你一把，好好珍惜。我不会再把它乱搞了，谢谢。不是啊，
上没有人要，我就自己用了，我要拿来重新运喽。直转。要等一下，我他说要竹起竹起了，要喊价，要喊价，没有喽，我自己用掉喽。自己用掉喽，感谢大家。还想杀价？好，上去了，卖了不卖了？自己用掉，自己用掉。没了没了，可惜啊！如果有30%，我就要。30%也太多了吧？你说我现在10%多少次？10到11，10到11，那个爆装是30%。哇，那么高哦！哦哦，那个真的看到不敢冲哎。欸、真的对，10点了，10:05了，没错。嗯，我和海洋祝福怎样？海洋祝福6，我就算没穿幸运装，一样是不会钓到鱼哎、欸。因为他废掉了，不会钓到鱼，他不会钓到其他东西。对，他废了。技能如果有那个的话，技能本身你钓鱼的时候，生物技能会加1。你看一下你那个生物技能，它是就是你钓鱼都会加1，一分钟，你身上会有个幸运效果。嗯，对，幸运。你说这是在一的时候幸运效果吗？钓鱼的幸运效果，对，那个技能啊，钓鱼技能。哦，有的话，那个加一的加上你那个钓鱼，如果是上面是5的话，那就是6。那我看它里面的钓鱼的趴数是85，然后每一幸运减15。嗯，哦，所以6就是基本上是一定都是宝物这样。对对对对对。好，杰克交给你了。好啦，什么东西？那你就那把钓装备喽。对啊，要做什么？要做钓竿是吗？我现在没钱了，我刚才花完了。我要大家，我花完了，大家都已经快花到没钱了。我也冲个钓竿。杰克，感谢你的幸运装备。哎呦，现在真的变危险了。能不能站在后面呢？超恐怖的。至少我御水装整个都有了，我有整套了。哎、欸，真的耶！不行，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忍痛拿掉我的帽子。为什么？他有4条攻击耶，哦、拿不掉他。好啦，今天到这里啦，感谢大家，1、2、3、4，辛苦了，辛苦了，休息，辛苦了，我爸爸。好痛苦哦！我的钻石全部冲光，这有那个啦，有虫蛙啦。想说那个应该是动不了，不是太贪心了，想要冲海洋祝福，然后那5%而已哦，哦，哦，好痛哦！不知道哎，下礼拜再来弄修补吧。好啦。那个谁 ，Joko 小鱼，番茄在吗？番茄说今天没有打吗？可以抓啊！你们要不要抓？燕子哎，最痛苦的是鱼饵6吧？哦，哦，气死！小鱼在等我了哦，好，我来了，我先重新录影一下哦。好痛哦，晚点要去找人家呼呼了，不是番茄，番茄不要。